有着国民闺女称号的万晓彤，从小到大的人气都保持得不错。今年21岁的她风华正茂，拥有着精致的五官、高挑的身材，又因为和鹿晗谈了恋爱，开始学会打扮自己，故而每次现身都将明星气质展露无遗，令人过目难忘。不过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为了维护形象，向来都是发精修图，状态永远都无可挑剔，所以不少人对于他们的真实颜值也保留意见。虽然有不少明星在生图中出现与网红一样存在见光死的状态，因此就更难说服人了，生图也渐渐成为明星的照妖镜。不过近日万晓彤被路人偷拍生图之下，她失去了 PS， 无美颜无滤镜，暴露真实的颜值，五官精致小巧，皮肤吹弹可破的她经住了考验，堪称是人间富贵花。其中生图下的腿最为优越，身高173的她穿着粉色的娃娃衫，搭配黑色短裤，绑着双马尾，将少女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一双美腿比精修还美。她站在人群中气质超尘脱俗，明明不是站在舞台上，却有聚焦效果，走到哪里欢呼声就到哪里，可见颜值有多高了。那小伙伴们喜欢关晓彤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